的，一般都是问长辈要红包的。现场总共有20个食材盲盒，各位成员在听到导演上微博参与夏康嘉年味2023话题讨论，一起香美味庆团圆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你们来的确实时候，他俩刚好出了，他要做10个俯卧撑，你刚好来监督一下，监督一下。